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爹，还有我娘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爹，他很高大，对我很严厉。 我娘她很温柔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真遗憾，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。他们一定看得到。小苏，这么多年，你是怎么挺过来的？ 流浪了一阵子，吃不饱，穿不暖的，还被其他孩子欺负。对不起，当初我应该把你留在我身边的。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后来啊，有一位师太收留了我。师太告诉我，要想活下去。 就必须彻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，所以后来我才会被当成男孩子养大。是他教会了我贪爱的本事，后来还送我考进了明镜署。那现在师太人呢？病逝了，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。 没关系，你现在有我。嗯。少爷，苏姐姐，您在哪儿？苏姐姐。少爷。是飞远。 少爷，少爷，飞远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少爷。飞远，你再用点力，你少爷我就离死不远了。少爷，你的伤，没事，我来背你。飞远，没事没事，飞远你让开，我来。苏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慢点，小心小心。少爷，小心，慢点。